拿去吧，不用谢我。哇！弟弟，咱们走。嗯。难道有人聚众闹事？ 我来。 谢谢大家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告示是你接的？不是，不是，是我，不是，是我接错了。浩瀚息怒，本店乃镇营企业。 可惜经营不善，债台高筑，而镇长又不肯拨款，我们迫不得已只得贴出红榜找人承包澡堂。做生意不是我的强项，您还是另找他人吧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。 赵沟渠啊！哎呦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走？接旁者需帮助澡堂偿还所有债务，是帮我们还债，还是承包澡堂任你挑选？老朽不为难你。你们这是欺诈！ 这叫兵不厌诈。开膛！威武！啊！ 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
凡人小镇什么最缺？人才。哎，本以为这样就能逮着个有本事的，没想到啊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哎，早叔，看样子澡堂这回真要关门了。俺还是回老家种芋头算了。无奸不商啊！高还是您高？哼，我不同意。听说小龙虾做了光汉澡堂的堂主，这回他那龙虾茄子可有用武之地了。有趣有趣，我要去看看小龙虾是怎么做这个堂主的。嗯，哟，好冷清啊。论赚钱头脑，小龙虾就是没法和我元宝比。你必须听我的。我不行，这个事是必须听我的。我说了算，不行，我说了算。你狗日的，哎呀，真是不行，这种事我绝对不干。除镇澡堂计划书，哼，又是些损人的雕虫小技。真的不干？不干！我龙小侠绝不干这么卑鄙无耻的事情。嗯，那么恭且，既然你承包了澡堂，那么所有伙计的工钱理应由你来给，当然还有老朽我呢。年轻人，做事不能太死板，只要我们在价目表上稍稍动一点手脚，那么大伙儿下个月的工钱不就自动送上门了吗？好，江湖茫茫黑，就让咱们来给那些无知的老百姓好好上一课吧。有觉悟。元宝小贴士：奸商就是指那些用各种欺骗或者卑鄙的手段骗取别人钱财的生意人。就像这个澡堂老板，如果像他们这样用了坑人的法子，开始是能赚钱，但只要大家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，澡堂照样开不下去。早叔，你以为用这种坑人的办法真能帮澡堂脱离困境吗？只要大家发现自己被骗了，澡堂的声誉将荡然无存，到那时澡堂就真的没救了。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说，时间来